童二，再让我睡一会儿嘛。姨父，用飞剑叫人起床，虽然别出心裁，可是会让我短好几年寿命的。像你如此闲散，突然虚度光阴，少活个几年又有何妨？哎，您火气别这么大嘛，咱们在这山谷里也是虚度光阴，而且时候还早啊。时候还早，都已经日上三竿了。你有空在树上打盹儿，还不给我去张罗今天的午饭？是，姨父，咱们今天吃些什么好啊？那些都吃腻了，你去寒潭的大瀑布那里打条肥鱼回来。可是姨父说过，寒潭之水极阴，一再告诫我不可进入潭中啊。蠢材，谁叫你进潭抓了？你前几天学的无方飞剑，这会儿不是正可派上用场吗？姨父，孩儿不过是练了一点皮毛，要拿来抓鱼，只怕……之前瞧你练得有模有样，这对你肯定是轻而易举。把你的木剑拿去，没抓到鱼就别回来。我这就去。好的，免费闹背。就那边的瀑布下，常有大鱼跳起，捕食飞虫。义父说的塘边，应该就是这了。以往义父从来不教我武功，前些日子突然教我这招无方飞剑，今天还特别要我来抓鱼来演练所学，想必是别有用意。既然如此，我可不能让义父失望，一定要用飞剑抓条大鱼回去不可。啊，要来了！气盈掌指，一引剑锋，凝元化境。太好了，好大一条鱼，我得赶紧带回去给义父。一记无方飞剑，虽然不像是出自初学之人，我果然没有看错，这小子的确有过人的天赋。是义父。义父，我抓到了，你瞧，好大一条鱼。我不就说你能办得到吗？不过，义父，怎么了？笨蛋，你的力道过猛，鱼的脏腑都被震碎了。待会请你起来可费事了。都怪孩儿学艺不精。算了，鱼就交给我来处理吧。义父，今天怎么这么讲究？莫非是要办宴席吗？你何时起废话这么多了？是，我这就去。吃得好饱啊！这痰盂虽然十分滋补，但因久居寒潭而阴气极重，烹煮时不但得做些热性药材克除阴气，还需要有些内功底子，食之才能受其益而不损真元。所以才要放入苍竹和山椒。填饱肚子之后，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总是一个人练剑，无聊得紧。
小子，你陪我到下面对上几招。义父，孩儿的身手怎么能与您？少废话，我叫你来对招，你就乖乖给我来对招。我先到平常练剑的地方等着。是。哎，谢谢君明。名字二方。好。等一下我四窗打开一下。好。再存一个新的好了。这个按的有点快。好。我现在五内都不知道怎么点怎么办。我现在有点担心。刚刚对话是不是？啊，不用。你来了，小子，别一脸不情愿。义父，孩儿的剑法还是先学乍练，论修为不及您的万分之一，真要上场对招，只怕……那又如何？习武之人最重历练，就算你只学了一招半式。练习临阵对敌也不先走，明白吗？是，孩儿明白。我先让你三招，让我瞧瞧你的力道准头。义父，孩儿真的可以吗？哼，以你的身手，岂能伤得了我分毫？尽管来便是。是，那么孩儿得罪了。好，攻击绝学，绝学无方飞剑，我不能无方飞剑，我刚不是学会了吗？耍我是不是？我不是，你还是点下台很棒。哎，你格挡是怎样？再来。哦，还转视角哦。对啊，应该是剧情啊，差点忘了。还算有点样子。看来我没有白花时间教你。都是义父教导有方。少拍马屁。接下来换我出手，你凝神守御，设法挡住我的一击。是。挡得不错。攻守并动，方为制胜之道。接下来让我瞧瞧你的无方飞剑。不用客气，尽管全力施威。是。哦，有了。一样哦，招式都要蓄气的。小子，你挺有天分。这一记飞剑虽然劲力不足，但已有几分火候。让你瞧瞧真正的无方飞剑，想必更快让你领悟以气御剑的奥妙。啊，等等，义父，您可要手下留情啊！放心，我只会用半成功力的。你的凌晨防御放好了，一击必杀。这边死掉的话神作。小子，这一击飞剑没这么重，起来吧。我全身酸痛，好像四肢百骸没了力气一般。那是你还没习惯真气习体，过一会儿就没事了。要不要再来一回？不了，义父，你这一剑的冲击太过剧烈，我现在觉得心脉乱窜，头晕目眩，五脏六腑一阵翻腾。看来多半是身受沉重内伤。
可得想点办法才行啊。听你中气十足、气定神闲地说了这一大堆，凭这样也想骗我你受了内伤？了不起是一点破皮肿痛而已，你只是不想练剑，找个借口打算去四处闲晃吧。义父果然一眼就看穿了孩儿的心思。哼，那一剑还不足以让你领悟生死间的境界，不过你爱怀旧就去怀旧吧，用不着花功夫编出这一堆理由。反正咱们横竖离开不了这绝谷，这剑练不练都无妨。义父息怒，只是孩儿此刻真的没有练剑的心情，咱们不如换点别的。哼，随你高兴吧。那么我先回石屋去，你闲晃够了之后记得把书拿来。是。我可以跟他讲话吗？你看吧，你看吧。飞到，你看吧，你看，我都跟你们说有。看来童儿要帮他做些什么。从刚才方向来看，他应该飞到西游对岸去。是不是？如果待会回到石屋之前有空的话，先去找他。我就跟你们说会有，你们不信，这个在这里过桥这边上面啊。好，就跟你们说有，你们不相信。根据我对叶大的了解，那肯定是有藏的。那是他在哪里啊？我就问。因为他不会有标，他不会标到上面，只能听鸟叫声。嗨，你在哪里，童儿？我听到你的声音了哦，你在啾啾叫哦，是吧？是他的声音吧？还是说这边有好几只鸟？我不能往上看，在哪里啊？藏 boss 哦。哎，在这附近，在哪里啊？这边跳，哎，不行，这边跳不上去。直接遇到蝎，又蝎子。还是我要做完事情回去找义父才能出发。可是我刚刚的确有听到他声音啊，这里的时候，哎，又没有了。啊，对对对对，找半天。要给我什么武器？是要帮你找地下的虫子啊？蝎子？不是哦，在这边哦，蚯蚓哦。哎呦，说不定直接一个啊、哦、神兵哦，吃个开心就好。啊，就经验三十啊，没了。还是之后给我什么东西？就这样。嗯嗯、啊、就这样没了。你在跟我开玩笑？我找那么久才发现，你跟我说好就这样。好，之后再看看会不会有多东西。我找到他了。记得你吃饱后习惯到枝头上晒太阳，莫非又要在哪里找虫子了吗？还有，哇，好恐怖哦！你看，如果我直接走掉就没有了。
对面的岩壁高处去。好，好，走，岩壁高处。头逃不坏，还要给我东西啦，给我加九武器，够够。好，我刚刚发现这边很可疑的地方，我那时候跳上去是没东西的。然后在童儿帮他装完蚯蚓之后呢，他跟我说：“哦，悬崖的高处对面，他飞到对面去。然后呢，他在同一个地方的高处，你是不是在耍我啊？我这边跑了好几个，哦、没有好几个钟头，好像声音不一样。”在哪里？我跳不上去了。哦，对对对。哦，雪车，你跟我就在同一个地方，你跟我，你飞到你。哦，好，找到了。这是刚才主角到这个地方触发主线剧情的支线点之后，主角有说这个地方好像有些东西，然后他。主角觉得是多虑了。好，这第二次的同额齁。刚刚那个送我加九武器吧。同额，你是特地引我到这里来的吗？这个是岩石地，那这里面藏的虫子我也没有办法帮你挖出来啊。莫非是其他东西？好吧，那我就在这边附近找找看。你看吧。主角说多虑了，我爬上去没有东西，就是童儿带我来领东西的，肯定是我影响，是什么加九武器碎石，这手可以伸进岩缝里，好像什么东西，两块绿色半透明的小石头，应该就所谓的玉石，还有一块比手掌大一些颇为沉重的石块，你带我来这是为找出这些东西吗？玉石算是有价值的事，玉石是刚刚路边上面都捡到的玉石齁。想不出这无轮谷里面有一些什么用途，不过我辛苦找到的，我就好好收着。对枪武器了啦。邪皇霸剑。所以这次我之前帮他找虫子的回报吧，没想到他还会有这份心思。童儿，谢谢你。我以为你往对面飞去，结果你还在同一个地方嘛。然后嘞，啊，哦，沉重的石块 ，Name me CC 啊 ，Name me CC， 外表看来并无特别之处，但异常的沉重。哎呀，沉重的石块，好沉重啊，真是沉重啊！找了这么久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到底是碎石还是，OK， 这个解到了耶、yeah, ，get， 就跟你们说要好好注意嘛，夜大就是会藏一些东西哈，哦，重要的石头，七色璎珞哦，七色璎珞哦，七色璎珞的那个合成物品，我猜的啦，又是七色璎珞。勇而轻死者可暴也，急而心速者可久也，贪而好利者可疑也，忍而不忍人者可劳也，智而心切者可窘也，信而喜信人者可狂也，廉洁而不爱人者可无也，智而心缓者可习也，刚毅而自用者可恃也，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。这是姜太公论为将者的十种弱点。义父，急而心速者可久也，以及刚毅而自用者可恃也，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啊？急躁而急于成事者可以持久拖延来应付，坚毅而刚愎自用者可用计策谋略来胜之。哦，好像都是我曾经犯过的错误。
小子，你连这山谷都没出过，这两个错误却要从何犯起？想必是你这些日子囫囵吞枣硬读兵法，脑子里胡思乱想，妄念丛生。这些书以后还是不说了，给我专心练剑吧。义父息怒，或许真是孩儿想太多了。哼，所谓兵法韬略，不过是软弱之辈的伎俩，真正的好汉何须这些雕虫小技？如果剑法能练到了尘居那位高人的境界，即便眼前是千军万马迎面而来，在剑下亦如赤子，有何可惧？孩儿以为善剑法者固然无人能敌，但凡人之力终是有穷，而善兵法者能统千军定天下，和千万人之力，则世间没有不能成之事。若欲成就震古烁今的大业，或许兵法要更胜一筹。哼，你向来口齿伶俐，我不与你多做口舌之辩，只是你这辈子还不知道能否离开这山谷。就算学再多兵法学问，要想成就震烁古今的大业，大概也得等到下辈子了。姨父，您别当真啊。这道风凛冽非常，今晚只怕要下雪了。书就说到这里吧，咱们早点就寝。是。姨父，您睡了吗？怎么还不睡？有件事孩儿翻来覆去想得睡不着，想直接请教义父。什么事？为何义父最近突然想教孩儿武功？这还有什么好多想的，反正你平常就经常偷看我练剑法，还躲起来自己装模作样的乱练，与其放着让你自己学歪练差，练出一堆似是而非的难看剑招，还不如我直接来教。原来是这样。虽然你还算是有点天赋，但我非但没有看人的眼光，更不懂得怎么教人，能学到几分得看你自己了。不过我之所以决定教你剑法，也是因为心里存着一个念头。啊，义父，是什么念头啊？你知道了尘居里面的五块大青石板吧？我知道。那些刻痕中蕴含一招凌厉无比的剑法，五块石板正好是五招剑法，想必是当年创建了尘居的那位前辈高人所留。啊，义父，这是真的吗？我初到这无人绝谷时记忆全失，甚至不记得自己曾经练过剑，而在见到这五块石板之后，我瞬时记忆起过去的所学，还在上面看到了一套天下至强剑法的剑谱。十余年来，我常在石板前凝视刻痕一整日，思索其中剑意脉络纵横，一套威力无比的剑法逐渐在胸中成型，但我悟性有限，未能尽得青石上剑招的神髓，参不透其中最为精要之处，终是无法得窥这套剑法的全貌。连义父都无法参透，那想必是天下最难的剑法了。那倒未必，习武也看缘分与天赋，有人穷一生之力练不成的武功，有人学起来却丝毫不费力气。我一生忘情于剑，
生平所愿就是寻找剑法的极致。若我注定要在这谷里终此一生，或许你能代替我参透这石板上剑法的奥秘，让我亲眼见到天下最强的剑法，我就了无遗憾了。若孩儿力所能及，必定设法完成义父的心愿。是地震。义父，这是。不妙，快到外面去。好险啊！看来咱们得换个地方住了。不过在这之前，先看有什么能找回来的。好在前墙倒塌处还有一些缝隙，你我的剑不难取出。等等，义父，还有那条狼皮。哼，你是睡觉时还在吸手指的小鬼，忘不了这条当年拿来当被子的狼皮吗？拿去吧。义父，这是我小时候唯一的回忆，也是我们这些年一起生活的纪念啊。随你高兴吧。说到纪念，我差点忘了还有这个。这个小布包你拿去。义父，这个是你小时候的襁褓，不过只剩这一小块了。那块金牌原本挂在你脖子上，我嫌麻烦就拿了下来，和这襁褓摆在一起。金牌上的字看来是幼吾子俊。义父，莫非我的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？我义父懒得帮我取名，所以索性就叫我无名。我原本也想对你一样画葫芦，想那金牌上的字多少与你有关，就随便挑了后面两个字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虽然义父平时都是随口叫我臭小子，还好起名的时候没那么随便，否则这无名谷里住了两个神无名，就不知道要如何分辨了。少贫嘴，能拿的应该都拿了。如果再次发生地震，这里或许还会有落石，咱们先离开此地，到他处避避，之后再做打算。义父，咱们到崖边的大松树那里如何？那里不但地势宽阔，离山壁也够远，就算有地震落石也不碍事。行，你在前面领路吧，我在后面提防有变。是。小子，停步。啊，义父，怎么了？风中有种异样的气息，不是人的气息。你瞧前面。义父，这气氛不像人的怪东西是？我也是初次见到。听说山岭的洞窟深处有一种叫做夜痴的妖魔，身披鳞甲，半蜥半人。应该就是我们面前这玩意儿，大概是刚才的地震把他们从地洞里赶了出来。看来是非打不可了。小子，躲在我身后见机行事，切勿勉强。是。玩意儿伤不了我，你还是小心顾好你自己吧。
效。这些妖魔中看不中用，根本不是义父的对手。哼，除掉了区区三只夜蛭，这黑夜里不晓得还有多少在附近蠢动。如果他们从四面八方一拥而上，我可是顾不了你。这么说来，现在停留在开阔地反而危险。看来此刻还是了尘居比较安全，至少夜蛭应该不会开启入口的石门。咱们可以在那里等到清晨破晓再觅出路。义父，那我们快走吧。这个要过去，这应该是守护那个幼儿的夜蛭，然后这只蛮强的。变色星矢。反应如果是完全成功，他完全不会有伤害。好痛啊！发现可惜的就是放招式不会喊招式名字。欢迎欢迎。好。太好了。清晨禁欲。这应该是蛮贵的。前面应该是碎石之类的，就这个，就这个。金黄色的光，触手真软，发光的宝珠哦，这个很重要哦，哦，要拿到重要的东西的哦。你看四件哦，四件这三个东西，残破的铁片，这个是刚刚在那个了尘居里面那个宝箱拿到的。然后拉完之后，这边就没有发亮了。
这边有个东西，天涯。天涯是重要东西吗？看起来不是哈，应该是杂物。OK。这里是哦，你醒了。你还好吗？昨天我看到你在小溪边昏迷不醒，看你身上没有大伤，就找了其他村人把你带回这里歇息。我没事，感谢您的救命之恩。不知道你要如何称呼，这里又是什么地方？哎呀，没事就太好了。我姓方，叫我方大娘就好。这里是泰山山路的长兴村，就在往黑龙潭与望剑峰的必经之路上。看你的样子，似乎是从山上来的。原来是方大娘，我叫做申子俊。之前我不慎掉进一个地下洞窟，四处寻找离开的出路，最后跳进了一个漩涡里，醒来的时候就在这床上了。原来如此。那瀑布自从几年前一次地震后就一直干涸至今，昨天却突然泉水喷涌，想必你就是跟着泉水被冲下瀑布的。话说回来，你接下来有何打算？老实说，我也还不知道要上哪儿去。或许先在这里待一阵子，就不知大娘是否……若你还没决定要上哪儿去，大娘家里虽然简陋，总是有的吃住，招待你多待几天也无妨。哦，对了，你身上这件藤衣给急流冲得快散了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就换上这件衣服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多谢大娘。真要衣装，刚才的草衣野人不过换了件布衫，就摇身一变成了英挺少年呢。不过，之前你带在身上的那条狼皮，现在被你当成了披肩。熊大娘多嘴一问，这狼皮可是有什么来由吗？不怕大娘见笑，这条狼皮是我幼时的被褥，也是我与义父十多年来一起生活的唯一纪念。我曾想把它留在身边，索性就拿来披在肩上了。大娘觉得这样看起来很奇怪吗？原来如此，这也是你的一番心意。肩披狼皮虽非本朝习惯，但如此看来不但独特出众，更为你增添一份豪杰气概，大娘觉得很好。多谢大娘称赞，这全多亏了你给我的这件衣服。不过我好奇多问一下，这件衣服原本是谁穿的？那是7年前我缝给我儿子穿的，他在15岁那年突然失踪，我找遍附近都没有他的踪影。听说泰山自古以来颇多仙逸之事，我只当他是被仙人给带走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该问起这件事的。嗨，
别在意，这些年来我早就不挂怀了，这会儿我也该去田里干活了。既然你要在这里待上一阵子，不妨到村里四处走走，顺便和其他人认识认识，如果有什么事的话，就到小溪旁的田地找我。小哥哥，我再问你一件事。我跟亲娘说啊，你不是方大娘的客人，而是被崖上瀑布冲到这长兴村的，这件事是真的吗？你又是怎么跑进瀑布里面的？这是真的，不过其中的经过有点长，如果阿娟妹子想听，我慢慢说给你听如何？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她叫阿娟的？想听想听，我当然想听，自从爹出门之后我就没听过新的故事了。小哥哥你快说吧，我等不及了。别急，那么我就开始说了。故事要从一个叫做无名谷的地方说起。故事说完了，这听起来肯定无趣的紧，希望不会让安娟小妹子觉得无聊。你比我爹来得会说故事，听起来一点都不无聊。不过山谷里就只有你一个小孩，你那义父想必不会陪你玩，也没人教你各种好玩的游戏，想起来太可怜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大发慈悲的教你玩一个游戏吧。我不是拿玩捉迷藏好了，又是支线任务。捉迷藏？那是怎么样的游戏？这游戏很简单啊，就是挑一个人当鬼，然后大家躲起来让鬼找，鬼找到所有人，游戏就结束了。既然你是新来的，那么理所当然就你来当鬼咯。我们不会躲太远，就以村子周围作为范围，你闭上眼睛数到30再睁开，然后来找出我们躲在哪里。这样明白的吗？应该明白了。我先闭上眼睛数到30，等你们躲好之后，我再来找你们，对吧？你这么聪明，果然一说就懂。那我们这就开始吧，可不许偷看哦。当然，当然。好了，来找阿俊跟小柱子吧。这个是支线啊。好，哎，欢迎光临。哎，等等，你是西边那个小伙子吧？昨天我帮你把抬回方大娘家，看来你平安无事，真是太好了。我叫申子俊，多谢你的救命之恩，不知你如何称呼？救命之恩的可不敢当，我姓冯，是这家茶店的掌柜。来泰山的旅客大多在这里休息住宿，不过这阵子生意冷清，我也正好图个清静。哈哈，冯掌柜不用多虑，生意一定很快上门的。哎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本想泡壶茶请你喝，不过正好想起一件麻烦事，我自己不方便去办，不知能否麻烦你帮个忙。掌柜请说，之前喝你那么多好茶，只要在下面办得到，自当尽力而为。说我家小柱子从小身体就不好，总是面黄肌瘦，阿娘在怀他的时候不慎摔了一跤，因而伤了胎气所致。现在小柱子年纪够大了，前老丈帮我想了一个法子，就是挑选一个特别强壮生活的公鸡，每天喂它状元大补的药材，养猪4个月后和7种药材共炖，让小柱子喝这鸡汤，来一举打通它在胎内受伤的闭塞的经脉。然而在快满10个月之际，那公鸡的力气越变越大，2天前居然冲破关塔的笼子，朝着下山山路的方向逃跑。我奋力在后追赶，然后追到森林里就不见他的踪迹。原来如此，这10个月的功夫就像功亏一篑。不过那只公鸡或许还在森林里面，为了治好小柱子，我觉得应该再回去那里仔细找一找。我沮丧返回时还听得到他低沉的鸣声，我想他躲在林子里的某个高处，只是一时看不到在哪。然而我有点年纪，脚力和眼力已经不太行了。我明白了，冯掌柜，这找鸡的差事就交给我吧，待会我就去森林里四处瞧瞧，由于他可能躲藏在山壁高处，只要他没飞上天去，相信一定能找到他的踪迹。太好了，那么这件事就拜托你了。